北京地铁哪儿最挤，许多人可能都要投西二旗一票。作为轨道交通十三号线和昌平线的换乘点，每天早高峰时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，下车的人多，上车的人更是乌泱泱一片。想要冲出人群，必须一鼓作气，否则就有可能和这个小伙子一样，又被人潮推回去。7月12日，北京轨道交通全网17条线路，客运量达1104.96万人，再次刷新纪录。在北京这座庞大的城市里，公共交通的负担也日益凸显。前不久，因10号线故障，早高峰时期多站限流，不少上班族因此迟到。哎，如今检验是否真汉子，不用再去跑长城了，挤一次早高峰的地铁吧。下车就快点。